大家好，我是小徐，好久没有这样跟大家聊过天了，也好久没有这样给大家做过自我介绍了。今天再这样跟大家聊聊天，今天的视频内容特别简单，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区域的狗狗以及我们的场地，就是录个欢快一点的，不然每天不是狗狗生病就是这个那个的，搞得大家心情都不愉快。所以今天更换一种方式，今天光给大家就是看一下我们家园整个家园的环境以及我们家园所有的狗狗，这样大家看了之后心情也能愉悦一点，就是不会看了之后视频之后心里面难过。最近就是录了很多狗狗生病以及悲伤的视频，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最近救助的狗狗确实挺多，从湖北搬家回来到现在3个月时间不到，我们家园增加了100多只狗，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是我的家人们可能也没有缓过来，同时我自己可能也没有缓过来，这个事情发展的真的太快太快。好了，太多的我不说了，我也希望大家看到这条视频的能给我们留下一个免费的赞，谢谢大家。我现在给大家看狗狗，把镜头让给我们家园的狗狗。孩子们好，你看天气一热的时候，狗狗们就都回屋子里面休息了。遮阳棚下面屋子里面，一到傍晚的时候，天气凉快了，人也需要穿外套了。狗狗们就都出来玩了，这卫生打扫不过来。昨天刚打扫完的卫生又成这个样子了。看他们玩的欢快的，东东、丽丽、冬梅。像我咬这个是东东，哎不对，平平，然后隔壁那个是冬梅，这个是丽丽，黑妞、大宝，哎呀好多好多。咱们家园最重要的是还有许多狗狗没有名字呢，你们知道吗？救助实在太快了，让我自己都有一个措手不及的感觉，救助速度太快了，有许多都没有起名字。看这样3年了，很不容易，这3年卫生一直保持着现状，真的很难很难。我记得我们40多只狗狗的时候卫生就一直保持着干净，现在200多只狗狗了，卫生依然很干净。我还是那句话，卫生干净不在于狗狗多少，狗狗多人辛苦，卫生依然可以干净；狗狗少，卫生也依然可以干净。卫生取决于人的勤快与懒惰这两个结果，而不是狗狗多少的问题。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吗？可能咱们狗狗越来越多了，资金压力确实越来越大了，没有能力了。可能资金压力会让自己一个人压得喘不过气，但是你要说是卫生的话，就是人辛苦一点，说白了，人辛苦一点，卫生自然而然就干净了。所以卫生纯属就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人一个人的懒于勤快。菲菲，看这还有几个小崽子呢，雪山、雪溪，小雪山，羊，慧慧在那吃狗粮呢。我们这么大的场地。三千多平米的面积，卫生依然干干净净。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样子呢？是因为人比较勤快，这边比较乱，这边明天再收拾出来。这是被子被狗狗给拉上了，这边的话明天再来收拾。嗨，明亮，咱们
大难不死，九死一生的明亮，医药费花了一个多 W。这次回来腿骨头在外面露着，带去医院做了截肢，截肢没多久，然后又感染了犬瘟，现在犬瘟治疗好了，回到了家园，在隔离呢。再隔离一段时间就可以出来了，现在他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区域。真的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家园没有放弃过任何一只狗狗，我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是狗狗我从未放弃过，任何一只狗狗都从未放弃过。带你们看看我们种的菜吧，好久没看过我们的菜园子了。这是我们的菜园子，好久没带大家看过菜园子了。前面这些呢，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种的是花菜，然后再往这边就是茄子，人吃的茄子。这是西葫芦，狗狗也可以吃。然后这是杏树，种的杏树。这一排种的豆角，然后摘那个杆子那个是第一排是西红柿，第二排是黄瓜，然后再往那边是豆角，再往那边后面好几排全部都是玉米，然后再往那边一排沙子地是种的胡萝卜，那一半种的是大白菜。咱们这个场地里面种的有哪些是狗狗可以吃的？花菜、西葫芦，然后茄子其实它也是没籽的，狗狗也可以吃。然后胡萝卜、大白菜、玉米，这些狗狗都是可以吃的。这是我们的菜园子，好久没看过了，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种的是果树，果树的话明年可能就成功了。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太阳能灯，还有几个没装呢，因为灯不闪月，有一个坏了，我要退回去重新发一下。丫头，干嘛拆箱子呢？好了，看完菜园子了，我再带大家过去看一下战神他们。咱们没资金，暂时没有资金做绝育手术了嘛，所以战神那边还有16只母狗，一起过去看一下。这边是战神大王、小金宝、毛毛，这边有10几只母狗，因为我没有资金做绝育手术了，所以就先把它们给隔离开了，公母分开了。这个区域全部都是母狗，大王、毛毛、皮皮、小金宝。这边的雨棚也打好了，这边的雨棚打的是5米，打的有点短，打了5米的雨棚。这个是战神，战神的话是自己单独关了一个区域，现在还没天还没彻底黑呢，天黑了之后我们的太阳能灯就整个灯自动亮了，整个太阳能灯全部自动亮了，就现在天还不够黑，等模糊野的时候，也就是太阳能灯亮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家园的狗狗今天跟大家闲聊一下，因为今天做完事情太晚了，把这边洗完之后太晚了，本来我洗的时候想记录清洗月子的录视频的，没来得及，然后有些细节还没清洗完，明天还得来。中午温度太高了，没法干活。今天温度是31度，31度温度太高，中午没法干活。下午3点半、4点才开始干的活。好了，今天就记录这些，拜拜大家，咱们明天见。